主料，鸡腿两只。辅料，植物油四汤匙，食盐一茶匙，白糖一茶匙，味精二分之一茶匙，胡椒粉二分之一茶匙，料酒一茶匙，小葱一小段，干辣椒15克，花椒10克，生粉一茶匙，姜一小块，洋葱二分之一个。鸡腿洗净后剔骨切小块，放入碗内，加入食盐、白糖、胡椒粉、味精、料酒，腌制10分钟。需要炸之前用多一些的生粉拌匀，放入烧至七成热的油锅中，炸至炸至金黄焦香后，捞出控油，炒锅放少许油，开小火，把花椒与干辣椒段放入煸香，煸到可以闻到很香的花椒与辣椒香时，把葱、姜、蒜和洋葱片放入锅内翻炒，炒香后，这时才把事先炸过的鸡丁和小葱放入锅内翻炒，大火快速炒匀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如果不想飞油来炸鸡丁，可以用煎的，不过个人还是觉得炸得更香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